等一下。多为别人设想，也是一种付出。就像你说，献己无私，信人有爱。如果能够替别人多着想一点，哦，那你可能你的心胸就会更开阔。啊，他的来到这边像家的感觉呀、啊，要啊，某家等他的家，某等到等他的家，是轮转嘛。我来出去我的家，温暖人家的心，温暖人家的不多啊。啊，去轮转发轮就会转呐、啊，啊，大概就欢喜。三百六十五天都无休困。人人人人为我，啊，就是付出啦。啊，咱嘛，咱也是会当讲帮助，啊，别人嘛会甲咱帮助啊。这你下辈子嘛，这下辈子是无限的，说我们下辈子是如何，那这辈子你做的就是。我有搞放人发言，我讲吼，我只是做家二十几年，做家就欢喜，啊，我愿意做到我最后一口气，而且又生生世世要跟随上人。